你能猜到故事开头，绝对猜不到剧中精彩片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桃子影视，我是你们的桃子姐姐。电视剧《一生一世》正在热播中，周生辰和十一的婚姻马上就迎来了高甜时刻。虽然刚领证结婚，遇到过很多的坎坷，但是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呢？只有经历了磨难，夫妻感情才能更进一步。你觉得小编说的对不对呢？周生辰因为工作的原因一直在国外，十一思念成疾，终于独自跑到国外相见。两个人相见还没有两天甜蜜，十一就在车里遭受了暴乱，可想而知，他被吓得两天睡不着觉。周生辰看到受惊的十一，心疼坏了，为了十一的安全，安排他先回国。糟心的事情一件又一件，刚刚经历了国外暴乱，回国后又有情敌王一东开始作妖了。王一东当时一直暗恋的对象是十一，这次他开始追求十一，再加上闺蜜的好心提醒，十一心里有些乱了，但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他俩的感情。不过我们的周生辰也绝对不会让情敌插足自己的婚姻，周生辰生怕抢走十一，马上就请长假回国陪伴十一。看到周生辰藐视的小眼神了吗？王一东根本不是对手，周生辰和十一真是小别胜新婚。这部周生辰和十一终于迎来了高潮时刻，周生辰假装睡觉被十一偷亲，不料周生辰反击强吻，这幕随看随脸红，这高潮时刻简直羞死人。周生辰为了生娃可真是拼了，我们的十一也迎来了最幸福时刻，好羡慕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就点赞关注吧。